心现在是180迈的速度。我看看，你先让李云阳大夫控制住那个流门，咱们看看那个孔能不能长好了。拿个支架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么大，你自己看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太吓人了！来，往我这边来。最怕啥？就怕那个孔啊，越穿越大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擦一擦哈，我把周围的尽量我能给你擦干净的给你擦干净。